咕！大家听到啲热烈嘅声音啊，野影四周围。咩叫热血呢？呢就叫热血啦！哇！善扎声啊！暂时水木先生未出嚟，不过已经喺个后台度准备紧噶啦。我哋行过去。嗱，唔系一个好最靓嘅位置，但系本身已经系一个即系叫做台前最正嘅位置噶啦。咁啊，而家大家都期待紧呢一个水木先生嘅到场。咁头先佢就系咁咦，露一露，诶，哇，嗱，静晒。我谂我唔讲咁多嘢啦，大家留意翻前台。欢迎大家今日嚟到出席呢一个天家万能侠决战魔神嘅首映。今日呢一个粉丝特别场，我系今日嘅大会司仪，叱咤903嘅阿玲，大家好。首先歡迎大家今日嚟到 EMAX 呢一度出席呢一個粉絲特別場啦。喺活動正式開始之前咧，有少少好緊要嘅資訊要話翻俾大家知嘅，就係我哋今日嘅活動咧係唔可以影相嘅，所以今日咧所有回憶咧就將大家嘅回憶封印喺個腦嗰度咁樣就好啦。咁我重要資訊咧就公布完啦。好，唔該曬。重要資訊公布完啦，最緊要嘅就係梗係公布一下我哋今晚有乜嘢一連串喺 EMAX 嗰度會進行嘅活動啦！萬眾期待，今次由 EMAX 同埋凌邦娛樂攜手呈獻，將日本動畫史巨型機械人嘅傳奇鐵甲萬能俠帶到嚟 EMAX 同大家見面。今日咧正正就係鐵甲萬能俠面世第45週年嘅一年，非常之特別嘅年啊！以及係永井豪先生出道50周年，所以咧今年呢一個鐵甲萬能俠劇場版決戰魔神咧，就係呢個50周年嘅紀念作嚟嘅。咁喺今次呢一個紀念作裏面咧，保留咗大家粉絲最期待嘅戰鬥畫面啦，包括係高熱火焰啦，亦都會有鋼鐵飛拳。咁呢一隻機械人大家睇到啦，亦都係鐵甲飛拳啊，老細新製作過嘅。咁大家除咗可以睇到全新製作機械人之外咧，所有經典嘅招式咧，都一一喺大熒幕嗰度重現翻喺大家嘅眼前。咁大家咧陣間準備睇到血脈沸騰都得啦。今晚咧拎住粉絲特別場戲飛嘅朋友咧，就可以率先欣賞到啦。除咗我哋咧有粉絲特別場之外咧，好緊要嘅就係大家見到場內呢個巨型嘅鐵甲萬能俠啦，係望一望先。因為今次咧，除咗有特別場之外咧。其实如果大家在这个动漫展的话呢，都不会觉得陌生的了。所以 anyway， 我们算罢了，继续听回司仪发表他的伟论。两米左右的铁甲万能侠，还有很多款限定版的模型，连香港的 fans 都可以一起回顾铁甲万能侠的经典历史了。当然除了特别场，也都除了有这个展览之外呢，見到手上，我手上咧就非常之精美嘅紀念品啦。望住呢個就係咧，今次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嘅限量文件夾一本。咁只要你咧手上有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嘅戲飛兩張咧，就可以換到一款噶啦。咁一套咧係有兩款嘅，希望大家可以集齊到佢啦。仲有，如果你換到四張飛嘅話咧，就可以換到鐵甲萬能俠嘅杯一隻。如果你 EMAX 分卡的會員咧，憑20分積分咧，仲可以免費換到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嘅電影換票證一張嘅，數量係非常之有限。咁大家咧換完係即止嘅，咁大家記得踴躍去換購啦。詳情咧就可以睇翻場內嘅 poster 啦。好啦，講咗咁耐，今晚仲會有啲咩活動之前？今晚咧，我哋而家咧即將會開始粉絲特別場嘅，有特別版門票嘅朋友咧，陣間就可以欣賞到期待已久嘅畫面啦。我自己已經等咗好耐啦，因為咧上演已經知道咧會有 Infinity 呢一套電影喺而家呢度上演啦。終於輪到我哋香港上演啦喎！嗱，冇飛嘅朋友咧，呢、這個時候我哋可以一齊率先欣賞咗《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嘅預告片段先。我哋有請去片。其實我諗喺呢一個預告片開始咧，都可以攝一攝嘅。咁啊，
本身其實如果大家是有幫襯到299元這個最精彩的門票的話，那他都會包一個麥杯啦，交一個紙袋啦，還有包一件 T 恤的。就会正式上映的了。当然一套动画作品除了有它的动画之外，最重要的当然是有它的动画主题曲了，是不是？哇，大家等得太久了，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我们有请水木一郎先生特别由日本来到这里为我们演绎这套电影主题曲，是这样的。稍后数三声，我们一起叫Aniki 出来好不好？好，准备，一、二、三。Thank you.
第四首啊，少少计先，系我知道咧。香港，今日咧，五回目。佢今日咧嚟香港，第五次嚟到噶啦。我寻日已经偷偷地问咗啊，因为 Mitsuki san 咧话香港已经系佢已经睇嗰啲动漫咧，因为经常会出现香港嘅场景啊，所以嚟到香港就好似翻自己屋企咁啊。香港啊！香港は香港はもうあのミスティナの家みたいな感じで住んだことは Of course Of course Of course あ2001年に初めて香港に来た時にあここは僕は昔住んでた町だと思った他は2001年の、ね、第一次明明是第一次来香港啦第一来到呢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不是以前在这里住过呢这样的感觉はい本当にあのアパートを借りようと思った。佢真係有諗過喺香港咧買層樓嘅。係開到。我哋開始問 Mitsuki san 一啲關於呢一套動畫嘅問題啦。因為咧呢一套動畫我知道咧係五十週年，係永井豪老師五十週年嘅紀念作。咁唔知道對於 Mitsuki san 嚟講，佢係一套點樣嘅作品咧？中井先生の50周年 の、 あの作品あの記念作品となるんですけどあの三木さんにとっては今回の劇場版はどんな存在になるんですかこれはもちろんそのマジンガー Z はもう僕の血であり肉であるためにやはりこの永井豪先生の50周年をかけたこの魂と気持ち新しい、インフィニティ
それに対して僕がまた歌うことになって、僕もちょうど 50年なんですね、デビューして。 なのにすごくもう、最高にハッピーな気持ちで、みんなに届けるつもりで歌いました。咁因為咧呢一個今次呢個作品咧，咁就係永井豪先生嘅老師嘅五十週年嘅紀念作品啦。咁對於佢嚟講咧，佢話覺得天價萬能俠咧係佢嘅所有嘅全部嚟嘅。咁又咁啱咧係水木先生咧今年咧就係、歌手出道之後第五十年啦。咁就咁啱都係五十五十咁樣嘅，所以咧佢好開心好榮幸咁樣咧，今次可以再參即係有份可以參與今次嘅劇場版嘅主題曲嘅。實在好厲害，喺45年前咧，第一次唱呢一隻主題曲嘅作品，但45年後竟然有機會可以繼續合作，呢真係真正嘅經典。唔知水木先生又係點樣諗咧？啊，もちろん。まずテレビで歌った同じ歌手が映画でまた歌う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かなかないことなので、それができたっていうことは。水木一郎、水木一郎は若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佢話咧，其實咧唔係太多人咧可以又唱到電視嘅卡通版嘅主題曲，又同時可以唱到電影版嘅。咁佢話咧，佢雖然隔咗咁多年再演唱啦，咁但係佢話其實點解可以唱到呢？因為佢證明佢好後生啊，仲係。的確係好後生啦。声を喉を保つことはすごく大変な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やはりマジーラテッドのこのパワーをいつも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で、声もすごく調子良かった。他说呢其实呢要 keep 住自己把声音呢都一直可以唱得很好呢，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的。但是呢铁甲万能侠给了很多力量他，所以呢他一直都可以 keep 到自己把声音很好，还可以唱得主题曲。ただ心配だったのは、みんなが映画を見た時にやはりちょっと昔のイメージと違うな、ちょっと、ダメだなと思われて一番いけないので、ものすごく今回の映画の歌は頑張りました。咁但係佢其中一件好擔心嘅事就希望就覺得會唔會大家今次睇電影嗰陣聽到最高咗咧？點解可能同電視版嗰陣唔一樣咧？咁樣就話把聲會唔會變咗咧？咁所以佢都即係十分之擔心呢件事啦。咁所以佢今次咧再重錄呢個新嘅版本嘅時候咧，佢都再用曬自己用盡全力嚟收錄嘅。絕對係，大家只會期待嘅啫，係咪？今次唱翻呢一個版本會唔會係有啲咩新嘅感覺啊？同以前錄嗰個版本有冇咩特別唱法上嘅唔同咁樣咧？やはり渡辺宙明さん、コンポーサー、お父さん、それから息子の、渡辺俊幸さんがアレンジをして新しい映画の場合なので、アレンジが全く違うので、やはりその。お父さんと息子さんのその間の気持ちをどうつなげ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難しくて、あと見てる人たちが昔のテレビとこれからの映画とどう違うかを僕なりに判断して、ちょうどいいところでレコーディングしました。咁今次嘅主題曲啦，咁其實就喺45年前嘅呢一首歌咧嘅作曲家嘅就係、今次嘅新版本嘅佢嘅作曲家嘅仔仔啦，咁就負責今次嘅新編曲嘅。咁佢話呢個父子當中有啲咩變化咧，咁佢都盡量希望可以帶出呢個感覺出嚟嘅。好感動，好一個傳承嘅情懷落去。Yeah， 一個。嬉しかったのは日本でもそうですけども、世界中のファンの方がマジンガー Z の映画の歌は水木一郎ちゃんがダメだと、みんなが言ってくれたことがとても嬉しかったです。咁咧，佢話因為都好開心啦，世界上咧有好多唔同嘅自己嘅粉絲啦，咁都一直喺度即係支持佢咁樣，咁都話今次嘅新嘅版本咧都非常之好好嘅唱得。大家粉絲一定係好期待，陣間入場嘅時候有機會再聽多一次呢一個新版本嘅主題曲。咁但係咧，陣間咧都當然會再有其他歌去唱翻出嚟啦。大家當然期待已久嘅，唔止四首，仲會有好多好多首。今次咧，我知道仲會有一啲特別嘅角色喺呢一套裏面登場嘅。但係首先我哋想問一下，因為我知道咧，鐵甲萬能俠咧喺日文咧，我哋係叫做 Machine Set 噶嘛。咁知唔知道咧？永井豪先生佢應該都唔知道會唔會知道啊？我都想知道水木先生會唔會知道咧？
就是 PK 万能盒，在中文的译名，佢知唔知道什么意思？啊，佢哋已经知道了 PK 万能盒，非常准确啊，非常准确。Yeah, perfect. 呢啲真系不得了啊！我会唔会知道埋 PK 万能盒系乜嘢意思啊？鉄啊，日本語鉄鉄鋼鐵，強い大きい，好大嘅，同埋好勁嘅，好大好勁，係萬能嘅，咩都做到嘅。啊，分かった。要するにロボットの元祖，超巨型，超巨型嘅，同埋係元祖啊，即係第一代。非常之有大哥的感覺，我覺得萬能俠咧，同埋水木先生咧，都係散發住一種非常之有霸氣啊，同埋有一種大哥的感覺，所以叫阿 Nicky 真係冇錯嘅，絕對係當之無愧啊！啊，謝謝，多謝，ありがとう多謝，ありがとう多謝，係水木先生特別研製嘅一套多謝嘅方式嚟。Japanese, ありがとう。You know? ありがとう。Thank you, どうち、谢谢、イコール、ありがとうち。水木先生自己研究出嚟嘅一個多謝嘅方法。俺だけの言葉。咁係水木先生自己獨有嘅唯一嘅多謝大家嘅方法。水木先生咧，除咗有獨有嘅多謝方法咧，就好多獨有嘅動作嘅喎。特別的 pose 也あるですよね。啊，これはね、モンチャイナ、仮面ライダーの。仮面ライダー。We three。ありがとう。比較場內嘅朋友都做一次啊。ありがとう。呢個咧係。不如試下大家一齊同水木先生做一次呢個動作啦。我準備一。二三，ありがとう。啊，仲有啊，陣間咧唱主題曲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跟住，因為好快噶。馬千嘉 ，set。唱歌嗰陣都要跟住。啊 ，jet jet equal 個，嘛 ，infinity 啊，呢個，infinity 因為係無限嘅意思。係。みんなに幸せをZ を書いて、さよ！因為日文嘅時候咧，咁就叫 inset 啦，咁所以希望咗大家做嗰個 inset 嘅動作嘅。係，嗱，陣間大家記得大聲啲，因為嗰個中氣上唔好輸咗落去。但係實輸嘅，因為Nicky實在太犀利啦。今次咧呢一套電影咧，我知道會唔會係有萬能俠二號機嘅出場嘅咧？梗係有。啊 ，Hello。映画見てもらうと分かりますけど、テレビシリーズをみんな全部見た人。佢話：首先場內大家有冇人係所有嘅咁多集嘅卡通都有睇曬嘅咧？映畫犀利啊！映畫を見たら、わあ、なるほどと思います。佢話：如果係忠實 fans 嘅話咧，一睇電影版咧就會話：哦，原來係由呢度開始嘅咁。詳しいことは言えませんが、映画を 見てないから言えませんが。因為咧嚟緊大家一陣間先睇戲啦，咁佢話而家就唔好劇透啦。もう兜浩二ももう10あれから10年経ってるので、とても素晴らしい博士になってます。咁其實咧男主角咧咁都會喺個故事裏邊咧就由之前嘅細個啦就會長大咗嘅，咁就會成為咗博士添嘅。あとさやかも。素晴らしい良い女になってます。咁同埋沙亚卡咧都長大之後咧，成為一個好成熟嘅女士嘅。嗯，係。そして都市哲也も、それから純も、もうすごい大人になって素敵になってます。さあ、でも兜浩二はラスト最後、平和のために最後のパウダーオンをします。咁其他嘅角色咧，其實都有成長到啦。咁但係最緊要話俾大家知咧，就係男主角咧，就會喺呢個電影裏邊咧，會最後一次再坐上呢個一號機嘅。最後一次啊！啊とは映画を見ての楽しみですが、戦闘シーン、カム、マジンガー Z、グレートマジンガー、すべての武器が、すべてが登場します。
咁同埋戲裏面咧，就鐵甲萬能俠啦，同埋二號機咧都會使出佢哋咁耐以嚟嘅所有嘅武器啦，同埋絕招嘅，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滿足曬大家。まず戦闘シーンが約10分ぐらい音楽とともにあります。懐かしいそのみんなが知ってる歌がそのままインストルメンタルで流れます。當中咧就會有打鬥場面啦，咁就大概有10分鐘咁樣嘅打鬥場面嘅，咁到時咧亦都會有一啲大家好懷舊嘅歌曲咧，都會到時咧就會係 background 咁樣出現嘅。この映画はただ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を見てるんじゃなくて、自分がその場にいる一緒に戦っている気持ちになれます。咁其實大家睇呢套戲嘅時候咧，都會可能好非常之可以投入，而會覺得自己喺呢個世界裏面存在咁樣嘅。係，楽しみに。あともう一つ。見方があって、長くの最後になりますけども、映画館は映画を静かに見ることと、もう一つは一緒にパイダーオー、ロケットパンチ、イエイイエイイエイ、一緒にこう騒いで見る二パターンあります。咁同埋呢套戲嘅特別之處咧，咁就除咗大家睇戲平時好靜咁樣唔出聲咁睇戲之外咧，咁大家今次咧都可以咧出聲咁睇戲嘅喎，咁就係喺一啲絕招嘅時候咧，就跟住個主角一齊使出一啲絕招咁。Rocket Punch， 我睇到書面啲，咁希望大家期待嘅。では、ここでじゃあ Great Mazinger のオープンエンドメドレーで聞いてください。咁頭先有講提及有二號機啦，咁而家嚟緊咧都會獻唱翻二號機呢、這個系列嘅一個 opening 同 ending 嘅歌俾大家聽嘅。係，咁我哋就再次歡迎 Ricky 阿哥，熱烈嘅掌聲，多謝 Ricky。ロボットだからマシンだからだけど若見せ燃える友情君と一緒に悪を打つミサタワーサンダーブレイク悪い奴の口のミス揺れと台風翌日俺はグレートグレートマジンガーシュシュシュバンバンバンシュシュシュバンバンバン、シュシュシュパシュパシュシュパシュパシ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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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ン。命を燃やす時が来た。立ち上がれ、勇者マジンガー、正義の力。ファイヤーボール、みんなのためにみんなのために未来を開け。僕らも戦う君と一緒にガッツゴーマジンガー未来の勇者はマジンガーグレートグレートグレートマジンガ主題曲同埋散場曲啦，接著嚟就係期待已久，今次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嘅主題曲，有請大家再熱烈嘅掌聲，請阿 Nicky 為我哋唱出。好，將台交俾水母精靈之聲。Yeah。OK。
一齊啊！大家準備一齊 ，OK。絕對不是浪得虛名啊！而今天呢這個《鐵甲文俠決戰魔神》這套電影呢將會在3月22號正式上映，到時大家呢就要記得入場支持啦。而這個時候呢我們也有請特別嘉賓上台和我們一起拍一個大合照先，有請凌邦娛樂的代表
首先我哋有请 MediaLink CEO Lavinia Chiu。唔該曬。接住落嚟係 MediaLink SVP Loretta Chiu。跟住係 MediaLink CFO Lakers Ma。喺呢個空檔握緊手嗰陣時咧，我真係好想大家俾啲 like。而家好辛苦揸緊機，冇放低過部機嘅阿家，同埋我哋即係成日都見到阿迪爸，其實佢都每次都真係帶住個有病嘅身體去同大家拍 live 嘅，所以我希望下面跟住嘅 like 都俾阿家同埋阿迪，佢哋兩個真係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付出同埋努力去幫大家拍呢一段片嘅。我哋喺祝酒儀式之前咧，有請咁多位嘉賓一齊影一張大合照先。有請望住前面記者朋友、中間記者朋友先。真真中間，お願いします。然後我哋望一望左邊嘅記者朋友。左邊，お願いします。可以，而家我哋望一望右邊嘅記者朋友。One, two, three. 好，請大家嘉賓留步啊！我哋而家咧要準備一個簡單而隆重嘅祝酒儀式，有請分發我哋嘅酒杯先。天家萬合決戰魔神即將在3月22日正式上映。我們在這裡首先進行這個祝酒儀式，預祝電影票房大賣。那請我數三聲，大家就準備進行這個祝酒儀式，準備三二一 Cheers。 就會想同大家影一張超級大合照嘅，所以唔好行開住啊！嗱，咁啊，趁呢段時間祝完酒啦，咁啊，我哋反而有另外一個嘉賓就想同大家見下面嘅喎。咁啊，好坦白講，我諗大家係會有驚喜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我亦都估唔到，原來佢都係呢一個鐵甲萬能俠嘅粉嚟嘅。咁所以我哋稍而欲報。轉頭都會翻嚟再影啊，水木先生。不過咩都係假，我哋過咗去睇一睇呢個幾難估到嘅嘉賓先。好啦，我哋遙遠少少望一望，噔噔噔噔。好，我將個麥交俾阿 Brian 先。嗱，一齊啦！咁我哋好高興啦。找到 Iverson 啦 ，Iverson 你應該唔係玩具迷哦。我玩啲玩具比較簡陋少少嘅，因為而家講緊我嘅童年咧係50多年前啊。OK， 同你哋有一段距離啊。我都係，其實不過好明顯你係萬能俠迷啦。其實唔算嘅。唔算嘅，咁但係其實鐵甲萬合對你嚟講，對你嘅演藝事業會唔會有啲啟發咧？我係淨係記得印象中有嗰、那個鐵甲飛拳咯，同埋高熱火焰係咪？係啊係啊，咩飛彈話？愛美神，愛美神飛彈。你淨係中意愛美神飛彈係咪？我都中意㗎。係啦。咁我想問啊，其實你嗰陣其實有冇睇過？係當年即係有睇過。一定有睇過嘅，但係印象唔深啦。有機會嗰陣可能屋企管得嚴少少，唔係咁俾睇電視。
啱啱嗰段期間有機會可能。嗰段時間其實點解會睇漏咗一套咁嘅嘢？我諗而家有一個幾好嘅機會咧，就係、是、今次其實之前冇即係細個冇睇過嘅，睇呢個亦都唔會覺得有啲咩損失，因為真係完成一套新嘅獨立電影嚟。有冇期望呢套戲今日？嚇、啊！我同埋嚟呢間戲院咧，佢有啲震撼性嘅設計噶嘛，啲凳都喐埋噶嘛，咁啊同細個嗰陣時睇電視唔同啦。細個嗰陣時候，我諗你哋未睇過黑白電視喎，我有睇過，你睇有睇過黑白電視。咁即係我哋睇住嗰個時代嘅轉變啦，由啲電視機門可以鎖埋嘅，即係要拉閘，係啦，阿拉閘中間有個扣，媽咪唔喺屋企係要偷攞啲指甲鉗撬開嚟睇。嗱，咁啊，不如咁啊，轉轉話題，既然見到艾威先生咧，其實問一下你，即係喺電視或者電影方面咧，最近有咩新搞作？嚟緊拍網劇啦，會拍一套同靈異有關嘅網劇啦。呢期都好多artist去拍網劇喎。係啊係啊，咁就人人有公開，咁就非常之好啦，係咪？都一個趨勢嚟。會有咩拍檔戲裏邊？我會同埋詹瑞文啦，同埋陳國邦啦，咁就三個不同嘅壞人去角力。你做壞人？因為講三個殺人兇手嘅，幾恐怖下嘅，驚唔驚？其實喺電視嘅形象，你都比較威猛嘅。其實有威猛，有流肥肥啊，乜都有嘅。其實嗰個戲路好廣，係戲路好廣。好啦，咁咧，而家現場嘅情況好虛撼啦。咁啊，我哋都最後尾問一問，其實你對萬能俠咧，其實真係對你嗰個演出，其實有冇啟發過你嘅？其實係冇嘅，冇嘅。不過都真係要影翻。呢一個碌係好正嘅。嗱，做足功課呢啲最俾面嘅朋友。好，多謝曬位先 ，thank you。好 ，enjoy the show。好啊，咁啊，其實嚟呢，咦，我哋嘅主角水木先生去咗邊咧？走咗啦。好，咁啊。其實應該接受唔到訪問嘅，應該，因為個皮膚曬。好，唔緊要啦。咁啊，或者我哋今次嘅報道暫時到呢度先。咁啊，其實頭先大家都睇咗成場咁精彩嘅演唱會，哇！嗰種熱血度真係難以形容。咁啊，無論呢一個 Massenger 同埋呢一個 Great Massenger 嘅主題曲啦、插曲啦，全部都播曬。哇！即係我作為一個 fans 係極度興奮噶。咁啊，都可以再望一望而家呢一個景。咁啊，今日我哋嘅直播就到呢一度。咁啊，非常之多謝大家，可能跟住仲有啲突如其來嘅嘢噶。你都好喎、相我係一定影嘅，咁啊，但係點都好呢一個 Massenger， 如果大家有去到呢一個動漫節，都唔會覺得陌生㗎啦。咁啊，點都好，作為一個咁靚嘅景點，我一定要影返張相嘅。咦？喂，仲有 bonus 喎、老老實實係咪 Massenger set fans 先？马千达先答晒你啦，系嘛？黐线嘅，细路嗰阵时就睇呢套噶啦嘛，放学翻去第一时间就睇呢套噶嘛。唔系我同人讲，我话后追嘅，老老实实。咩叫后追啊？即系大个咗，比较大个咧就再追翻后追。唔系我听到后追咯，我再我勾后追。你咁都几后追系咩啊？几长喎、自追系有个时间系啦。佢幾長？你估你猶太佬咩？可能係非洲黑人啦、啊。咁啊唔知啦，唔緊要。講到呢啲嘢，我哋又翻嚟咗先，同咗 Massenger 合照咗未啊？梗第一時間。Well done。水木神我都唔理佢，因為我出面聽咗個 round 先，聽我好開心喺度。唱完之後，嗰、那個熱血度好高啊！熱，我話俾你聽，我十幾年前，而家講緊十幾年前啦，我買一隻碟嗰陣時，仲係喺信和買啲日本老番咧，買隻碟翻嚟就特登睇咩咧？所有特撮片嘅即係歌手，一隻歌，冇錯，唔係係現場 concert 啊，嗰隻碟啊，咁所以咧喺度唱好嗨，影埋嗰啲歌迷，你知道啦，我好記得唔係呢一首，呢首當然有啦。超力電磁俠，哦，坐定自用，哇！一齊成個 concert 一齊做咧，有共鳴啊！真係有共鳴一件事，我今晚見到 fans 一齊咁做，喺香港可以做，我覺得好開心啊嘛！同意，即係大家可以嗱，即係唔使咁害羞啦，終於到開心咪開心啦，係玩咪玩，我哋係讀咪讀咯，係讀咪讀咯，咩事啫？而家有讀唔解得嘅咩？而家咪解緊，即係嗰種興奮度真係難以形容。要排讀啊嘛，我哋有讀就要排。所以有歌就要嗌，系啦，好开心、啊，非常开心，即系见到成班 fans 喺一个
地方嗰度聚集。你覺唔覺得冇隔膜㗎？根本就唔會有。冇一行到嚟，喂，呢只正喎、啊。係啊。跟住仲有啊，仲有第二隻。其實你睇咗未嘅咧？未。好，我唔即係我知道少少嘢，但係我未睇，所以初初話嚟唔到啊。今晚 cancel 咗個 booking， 我即係我做嘢個 booking。好正，咁所以今晚嚟睇第一件事先睹為快。唔係呢個可以好肯定咁樣講，你絕對唔會失望呢套嘢。我知道你要嘅嘢會俾曬你。我咁俾一隻我先啦。喂，呢只我要嘅俾曬我。我諗你，我諗你等多唔使一年，應該都呢個數搞掂喎。得唔得啊？我就一定等，老老實實有得等。我哋睇到歐真係有得等。我哋睇到歐洲咧同德國頭先咁多呢個 interaction 咧火花出現咧，相信大家都期待佢哋會再喺度鬥下嘴咁樣係咪啊？唔係鬥，唔係鬥，佢哋 fans 交流啫嘛。見到馬聲揸聲，啲後生咧講嘢咧，而家咧有須又以為係老嘢，真係。係嘛？今日禮拜四好似下個啊。哦，再下禮拜四唔係下，即係嚟緊。即係嚟緊。嚟緊都冇錯，幾日後啦，係啊，啱啊，幾日後啦。咁你可能又會見到歐 Sir 同我哋開一件勁嘢喎。係啊，我都好期待，嗰件勁嘢我都好期待。香港漫畫界嘅經典嘅作品嚟嘅。有冇預告啊？經典好多喎。同阿姓馬嘅。即係你咁講，咁老夫子咩？馬雲。係啦，馬雲咁嗰啲就一定係流嘅喎。都係唔係馬雲啦？香港嘅係馬。馬雲啊。係啦。马荣成的风云，哇！呢个系咪要？我系咪要带？你讲带本亡云船连埋签名过嚟赠阿庆啊？喂，你系咪赠庆啊？而家亡云船系咩啊？你攞景咁样又系咯？啱喎！亡云船，你喺讲真系啊！我哋点都好，呢啲你喺马上面前讲亡云船，系咪即系想冇 friend 做啊？唔系几好啊？濑嘢，系唔怕？不过你成日濑嘢噶，系咪？真系噶，唔濑嘢冇人睇嘅，你明唔明啊？真系噶，唔系系，睇人濑嘢最开心啊嘛！系啊，但系咁我嚟到我唔想濑嘢，咁我系咪应该唔会上嚟咧？呢个我唔使同你担心，真系。我濑嘢嗰部分啦，系我哋。负责奶嘅，好唔好啊？你负责好嘢，我哋负责奶。咁留意下啦，嚟紧今个礼拜四咧，极有可能撑场。喂，平时都几多人睇噶？冇数，我哋话百几万嘅，唔好唔得啊！撑爆佢啦，多啲拉我哋啦，多啲拉啊！撑爆佢，如果唔系佢可能唔肯上嚟。我上个礼拜我哋讲紧有啲嘢唔开心嘅，玩具业好似好低潮，冇啊，唔系啊，睇到咁样嘅环境，点都要 push 潮，冇得听，点都要 push。咁希望啊！希望歐上嚟咗之後咧，個玩具要被提升一啲。要啊，起碼提升一啲。咁啊，留意啦，你咪先見，好大嘅作品啊，85cm 好大啊，咁高，係啦，咁大，1:X 嘅火 X， 1:X 嘅，唔係。嗰本係一本曾經係一本鹹書嘅名嚟啊！係啦，嗰個正啊，大佬。我冇睇過，我呢啲嘢我唔識嘅。唔係我指1:4個火 X， 係啦，係啦，嗰個正，係啦，冇錯。書我唔知。我聽我未聽過 ，sorry 咩嚟？係咩？唔清楚。唔知嘅。咩？咁記住期待啦，真係又有大物，又有大玩具睇。星期四晚。拜拜，賴嘢啦！拜拜，賴嘢啦！都話一實賴嘢啦。Thank you。有冇四件？出街㗎，唔緊要啊。Stop 啦 ！Stop 啦未㗎？哦 ，Stop 啦。啊，仲未？啊，仲未完㗎？哦，拜拜。